非常好。有的公司吧，他就说，哎，下那个三个星期到货，然后第五个星期他还没有到货。但是咱们公司呢，一般就是说三个星期到货，两个多星期他也就到了，就是不会就是到死的那个星期，死的那个时间。然后就是基本上咱都是说的比较晚，但是来货来的比较早那种，然后就做的非常好。基本上库存，咱的库存仓库也很大，然后基本上你要货的基本上都有，就很少有没有货的时候。然后我就觉得咱们就是咱们公司非常有信誉，就不像别的公司订货一样，有的时候就是咱因为咱都是给 COD 的嘛，有的时候就是这个 check 有时候有点小问题什么的，这双方都可以应该理解一下。有的小公司就不一样，小公司吧遇到这种问题就是你这次必须给我付清了，然后我下次再给你货。但是咱们公司就很人性化，就是说就是哎，你这次如果你非常急的要货，然后我也给你，哎，我会相信你，下次一起把这钱再给我。所以说这种信誉问题就是让我们这种客户吧，就是非常感觉非常暖，非常好。就是说，就是刚才讲，如果想做好的话，就是先刚开始干吧，必须得先有几个稳定的公司。就是说，哎，就是说，就是可以给你提供最方便的服务的公司。然后就是像 Finisher 和 Farmica 一样，啊，就是服务最便捷，而且售后服务好。